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就是我本尊。我现在要来找名人，以前我就是故意让名人出糗的人，最恨我的就是被我整过这些名人。沈阳现在 cos 动了，请我来找名人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又在骗人。你接到我的电话，以为我在等人，这一次其实我超真诚。我从外太空找到擎天宫，我不是在吹牛。如果你的名字叫名人，我是说你的名字发音刚好是名人，管他是名人、宋名人、游名人、假名人、欧阳名人、三观名人、漩涡名人，还是名人、名伦、名人、名人、名人、名伦，你就有资格来当 cos 动，拍一支吃着冰淇淋的广告的假名人。下笔如有神，就是我本尊。我现在要来找名人，以前我就是故意让名人出糗的人，最恨我的就是被我整过这些名人。沈阳现在 cos 动了，请我来找名人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又在骗人。你接到我的电话，以为我在等人，这一次其实我超真诚。我从外太空找到擎天宫，我不是在吹牛。如果你的名字叫名人，我是说你的名字发音刚好是名人，管他是名人、宋名人、游名人、假名人、欧阳名人、三观名人、漩涡名人，还是名人、名伦、名人、名人、名人、名伦，你就有资格来当 cos 动，拍一支吃着冰淇淋的广告词。下笔如有神，就是我本尊。我现在要来找名人，以前我就是故意让名人出糗的人，最恨我的就是被我整过这些名人。沈阳现在 cos 动了，请我来找名人，大家不要以为我又在骗人。你接到我的电话，以为我在等人，这一次其实我超真诚。我从外太空找到擎天宫，我不是在吹牛。如果你的名字叫名人，我是说你的名字发音刚好是名人，管他是名人、宋名人、游名人、假名人、欧阳名人、三观名人、漩涡名人，还是名人、名伦、名人、名人、名人、名伦，你就有资格来当 cos 动，拍一支吃着冰淇淋的广告。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.